来到偶像不像话，我是天天，我是星星，你是哪个星星？你的小星星啊，我的小星星。好，那我的小星星，今天呢，我们俩来玩个游戏吧。然后我就问你一些问题，你需要把答案告诉我。告诉我之后呢，我会把这个答案记录在这个板子上。然后呢？哦，想知道然后怎么样吧？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单词串成一个故事性、戏剧性的，然后我们就来表演。来来来来，直接来，脑子能力行吗？我可比他聪明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第一个，说一个你觉得最搞笑的秘密。继续讲啊！突然无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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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中国三一分，中国城城哪家城？中国三一走无常，一个无常啊，确定啊？无常，说一个天气预报。闭口！你确定？你的偶像包袱赶紧背上，星星。因为其实我每周都有用到它。说一道菜名。菜名。放点酱萝卜豆。这是什么菜呀、啊？你们吃过吗？再问一个啊，说一个成员的昵称。你要敢说不像，我弄死你，小心。说好了说。就灯笼，灯笼。说一个你的口头禅。放屁。这可以播吗？可以播吗？鉴定院主任说个习惯。妖艳做作的。好，妖艳做作。你会写妖艳吗？会。来说一个数字。250。来说一个只有你有其他成员没有的东西。我拉过绿色的粑粑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好，说一个最恶心的。吃呕吐。你吃过呀？可是看过一个电视剧啊。停、哦、我好吃啊。说一件你没干过的事。我没干过的事。真的这个可以播吗？讲真，说一个你身体不被注意到的部位。小舌头。脚趾缝里的屎。脚趾缝里的。说一个床上用品。说一个床上用品。正经啊，正经，不能再飙车了。臭袜子。好好好，好吧，那我们问题就先问到这儿，然后一会儿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表演。集合。蔡无常，我在这儿。我瞎呀，我看不见你。你鼻孔这么大，我能看不见你吗？我懂得尊敬师长。哟，那你中午就别吃我的京酱萝卜丁啊。我什么时候吃你的京酱萝卜丁了？京酱萝卜丁那么难吃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看我另外一个学生曾龙，人家多好，你看看你一点都不听。你放屁！我放屁！哎，你过来，再说一遍。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妖艳做作的学生，我第一次教。我吴老师十年教龄，跟你讲，第一次遇到你这种学生，这太不像话了。我弟弟还第一次见到你这么250的老师。哇塞，看到没？骂老师250，这个学生有潜力。我跟你讲，老师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大米都多。我还拉过绿色的粑粑，你拉过吗？我还吃过呕吐物的，你吃过吗？啪啪啪，你真厉害！哎呦，小关，怎么了？我脚趾缝流屎。你闻见味儿了呀？快把你那臭袜子拿开！哎，我给你闻闻。有何贵干啊，小黑子？谢谢，因为今天是整场嘛，而且我们知道你一直都是想做一个小公主嘛。我一直都是。对，然后今天的话，然后就花了非常大的成本，然后非常大的结果，然后今天演一下公主的效果，选一下你当公主。
梦想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制作。对。确定。真的是大制作。现在那个礼物清单就在这边，这个 iPad 里面看一下。我给大家念一下，惊呆了。一，豪华接送车。有多豪华？敞篷的。敞篷的。第二，至尊自助餐。可以放开了吃的那种吗？吃到饱。好。三，消品，导演组买单。真的假的？买什么都行。只要你可以提得动。我只要提得动，我就能买。对。好。四，游轮观光。骗我就死定了。你画大招笔。是哪个呀？你自己去数一下，可能就是在两千。跑车吗？可以选，你可以骑这个车子，还可以坐车。我坐车。